闲着没事儿，把自己的锯片清洗一下。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很久以前的啊，锐无敌，我也很少用。我想看一下它这个效果。这是我新的锐无敌。这是我刚才擦了一遍、洗了一遍的啊，锐无敌啊，这不是锐无敌，这是蓝志，这是那个海威啊，原来带的那个啊，看一下我用什么，我就直接用的这个清洗汽车内饰的这个泡沫啊清洗剂。先洗一下这一面，看一下有没有效果。把泡沫打上去呢，大概要停啊4到5分钟吧。锯片上的树脂基本上都能泡得掉，然后剩下的就是用刷子或者是木板啊来刮它一下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三张锯片都洗完了，啊，基本上能清理都清理了，看一下效果。这张锯片呢，是我用的最多的一张锯片，然后。一直吃的是北美柴，啊，没有吃松木啊什么的，所以它这上面基本上，弄完了以后没有黑乎乎的那种感觉。这张锯片呢，就是，最开始的那个海威带的蓝质的这张，然后锯齿呢现在是很光滑，这有崩齿，它这张锯片呢，我用的时候就。吃了一些油，做了一些，油性大的东西，边上这些黑线什么东西的，现在是，想办法是去不掉的。
然后内侧，看一下齿，齿的内侧，就是用木头，然后一点点的把那个油脂给去掉，也很快，三张锯片现在是用了半个小时。这张锯片呢，就是最早的一张锯片，我是用在那个德伟的745上，这有2、3年了吧，一直也没清理过。现在基本上油脂什么的是清理完了，锯齿也露出来了，效果还不错。就是用了普通的汽车内饰清洗的那个泡沫清洗剂，大家也可以试一下，我觉得比用水泡，用什么酸水、碱水的泡的，能好一些，至少它是，有机的，它不伤这个锯片，不会出现回头生锈什么的这种情况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